但是请再给我一点时间，还有一个人我也必须要念。杨修，你以为这里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？束手就擒，不然的话。怎么回事？我再说一次，我会回来。如果那个世界的他死了，这个世界的他也将不复存在。明知我也深陷陷阱，为何却选择救他？勇儿，你是怎么逃出？别打我！念大哥，如果以后我遇到了危险，你会来救我吗？当然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不许骗我。当然。送你的是条裙子。谢谢念大哥还想着我。你我永为陌路。
勇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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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？勇儿，勇儿，你在哪儿？勇儿，勇儿。